似乎不在。怪物也会出去串门呀？那么在怪物出现之前，你想四处走走还是休息一会儿？啊，好吧，你想问什么？要聊天了吗？我也要听，给我留个位置。我知道你对我对这整件事都有不少问题，如先前所说，我会回答，不过我也不打算欺骗你，有些还不能挑明的事，现阶段请容我略过。哇，意外的是个很坦率的人呢。几个不要跳。阿达蒙魔法。才不是，你怎么不说是阿贝多在怪叫呢？就算有路，也不会是一马平川的那种。感觉到了吗？带着冰原和山石气味的风，还有回声，里面的空间一定很大。还真是。所以，轻举妄动对我们没有好处。可是，都已经追到这里了，总不能让他白白跑掉吧？很重要。但也不能莽撞行事，还有另一条路，只是要费些功夫。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山洞的出口在山体另一侧。你很擅长飞行，我的技术也还不错，做好准备吧，我们一口气飞过去。Thank you.
想吗？果然，塑料本绝对不能落入不懂得艺术的家伙手里。